三十月以来，我只掌握历史行情的名称。以水库水为主要经水湾的钓鱼钓南地区，经水横溪以为严重。为切实保障两条地区三百二十多万群众的饮水安全，根据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我只启动实施了沙洲用南港区康源应急饮水工程。 目前项目建设顺利推进，可望到本月底完成短期工程建设任务，并实行通水。去年秋季以来，我市提速江华石河，出现秋冬冲沙溪凉洼，江河量为我市1950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少的一年。江河及水库抽水量大约减少，钓南家田野两地又为严冬。 钓鱼区东湖镇苏乡村处于经济末端，村民日常生活用水极为紧张。三点正就是，那都无水，用地，阮家东湖尾，上山往前就无水，然后就变沙尾就开始有水哦，楼顶下个水塔，用水公司喏，三十五到三十五，平时来到有水，往就是就抽抽上板顶的，了就板顶多板落的。针对经济人用水人的问题。 钓鱼区立足坑大洼、坑古洼、坑凉洼，把保景水甲引水调度工程作为当中保温埕、求发电、保民世界头等大事来抓，也带坑洼资金甲设备投入，加快引水经水工程的建设。广河沿河形成库存水量，多处变革，主要带行道界满足全区居民界引水需求。近来。 钓鱼区花瓶镇两百村及周边土地也出现严重缺水，当地矿井水量排出多种方式抽水，并设有引水，当中出现引水浪。但是挂这路就一滴一滴，搞到三只猪刚接一个，那就无，再放久了再，你要再脱流。各相关小个详细，去年十月以来，钓鱼区、钓南区水库水量严重不足。 北庄东兴水库抽水量比去年同期减少1.2%，经水形势极为严重。每一届缺水量都12万立方米以上，各国引水浪问题迫到眉睫，为测试保障两条地区三百二十多万群众的饮水安全。根据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我市启动实施了沙洲用南港区康源应急饮水工程。 为切实做好京东民村抗旱防旱工作，保障两条地区群众饮用水需求，市政府要求朝阳区马上启动汕头市、商州、榕南港区抗旱应急饮水工程建设，以应急解决近期供水水源不足问题。沙洲用南港区抗旱应急饮水工程投资1.9亿元，该工程立足保生命水。 将到沙洲用南港区引水机备用水库，加河区水库调通，应急经往水，帮田峪区备用多一架多支水厂，储水规模为每日12万立方米。这个工程从榕南港区京兆镇头村处设立取水泵站，引商州榕南取水，通过辐射20.1公里输水管道，沿二三四省道。 古光路走向输送至西芦飞鹰水库下，经受西芦飞鹰加压泵站，送上飞鹰水库后，调试下泄至河西水库，供各自水厂生产。再过，记者到钢铁西路泵站进行现场采购，工地一片热火朝天。作为钢铁界重要设施，西路泵站界主体土建钢铁已基本完成。据了解。 沙洲用南港区康源应急引水工程也得到海内外乡亲的关心和支持，共将资源1.5亿元支持工程建设。目前项目建设单位正铺开22家施工工程面，创立推进工程建设，有望于本月底完成短期工程建设任务，实现通水。我们把这个项目做了3个。 主要3个节点，一个是飞鹰水库的顶管，还有呢西芦加压泵站和京兆取水泵站。施工单位在施工当中大力的投入，白天黑夜加班加点的，争取保证12月底通水。强力协调，加强巡查监督，推进工程建设。
宝珠宝亮，暗属王中。应急解决供水水源不足问题，满足两朝地区群众饮水需求。随着该钢铁界积极挺进，电药库电南库控制引水冷门带可摸得高有效门盖，但根据气象水门部门的研判，或是金灯明村经水保障形势异常严重。为此，阁下或是水王社水浇社扩水严重的实质。市水务局已经即向全体市民朋友甲各机关及事业单位发出倡议，要求人人增强节水意识，从节点节滴做起，养成居家饮水、定期饮水、循环饮水嘅良好习惯，坚决杜绝水龙头出现泡、冒、滴、漏现象。从此，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饮水企业、农业生产要切实强化节水管理责任。落实节水措施，全力提高水资源界节约甲节约利用效率，更好应对当前旱情，切实保障我市界经水旱窗。近期广东省为了保障急速材料，关于开展微保支付改革，促进东威药创新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了开展东威药服务微保支付改革的路径，即意味着东威药甲东威诊疗项目将纳入微保支付，如涂清亮、金鳌也可莫属微保。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将开展东威药服务微保支付方式改革，对中西医药并重的门诊和住院并重，实行中医药与对应的西医并重同病同治同价。对西医药治疗为主的门诊和住院病种，增加中医特色医疗服务的，可适当增加该病种的分值。指导意见要求优化东威药微保网络管理，将符合条件的东药甲东威诊疗项目纳入微保支付范围，及时将符合条件的中成药、中药影片、中药类医院制剂纳入了我省医保药品目录，支持灸法、针法和及手法等传统中医特色诊疗项目纳入了我省医保诊疗项目目录，做好定点医疗机构采购和使用国家医保谈判中成药工作，充分利用了双通道的药品管理机制，将参保患者用药的渠道扩展到定点零售药店，更好的保障了参保群众用药需求。指导意见明确，推进互联网加动物医疗服务微保支付更新，支持互联网动物运营共享，鼓励定点医疗机构按规定开展互联网加动物医疗服务，提高参保患者获取动物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和便利性，为复诊的参保患者提供互联网加中医医疗服务的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诊疗和药品费用按规定纳入医保支付范围。指导意见化提高，做好基层医疗机构动物药服务微保支付更新，统一指定适宜到基层医疗机构开展的动物基层病症微保统筹基金，对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开展动物基层病症更实行等标准支付，支持基层医疗机构开展动物药服务，优先将适宜的动药甲动物特色诊疗项目纳入门诊特定病症用药甲治疗范围，探索实施按病症付费，制定全省统一的家庭卫生动物药服务包，将动物药服务包纳入家庭卫生签约内容，制定全省统一的家庭医生中医药服务包，将中医药服务包纳入家庭医生签约内容，将符合规定的家庭医生中医药服务包纳入普通门诊统筹支付范围，实施按人头付费。开车上路有点是难免会发生小刮擦，这个时候只要歇好车，好好相平，然后通过工具处理聊天，一般好咩就有变改过。但有种人觉得发生刮碰事故后不予理睬。最近市民李先生开车上路的时候，就碰一只走向边道的小汽车，刮擦到车头，而对方驾驶员并无歇车车腿，而是急速往前开，直去向向。12月2号明早，李先生开车沿金凤桥自动往西行驶，
所在左转方直辆小汽车都无拍转向灯的情况下，就突然变道，让伊追不及慌。到底车辆左转方被对方车辆过擦掉，就将无拍灯，就变道过来。哎，如果你暗暗去，要爱加速爱做钱，就打刹的时候就当黄人去望地镜，所以只车过来的时候，两只车就碰撞了，擦了么就两百擦几回个。李先生答，当时伊开车正在找对方理论，坐在对方话是扬枪自刻。你讲着啊，头先一，头先一落车就，我就同伊碰了伊，非常家己也无想要来处理，加速了就想要走的吓，所以我就当时立定汽车，伊也无理我。我就无病接到就开机动车道开了解并摆，了右车停解打者，打打又去你撞着话，人来头前歇了退者，了伊右车停当时就记话，记到意思可能是到打甲你撞我，无想要落来，了伊就病倒手了再走。事发后，李先生报了警，记者从交警部门了解到，涉事车辆是外地牌照，目前已经释放与车主处的联系，将尽快处理此事。希望咱这件事在提前能出车主到路顶行车，咱着注意如果遵守交通法，了无免驾驶。了如果咱发生有咩事故的话，咱还是着行调落来协商处理。无单只个无故，了就收了走，因为在涉及交通道义、肇事道义嘛。过错是谁？道义是大。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交通肇事道义者，可以被处驾驶证记十二分、罚款5000元的处罚。唔单负事故嘅传播责任，轻则严重嘅，还可能构成交通肇事罪，着承担刑责。希望广大驾驶员朋友文明出行，时刻牢记交通安全意。近年来，涉断骗局因所谓嘅黄鲤，令不少不明真相嘅人上当受骗。市民唔能时就被钓走一名姓崔嘅资料，就去涉断。过几月之后，却发现家己疑似被骗了5万多元。好多后来堆长了5万多元，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吴能师大慈茂以隧段靠黄鲤为由，叫伊参与隧段，方式是由慈茂托为隧段，吴能师则向慈茂支付隧段所用的资金，并收回佣金。从今年3月起，吴能师先后向慈茂转账多次，总额2.3万元。伊隧段黄鲤个个形式叫我转钱给伊。然后我就头白，我就转了6000元，伊就拿黄鲤交集，然后接着伊就有转90元海话，然后隔个日伊就拿了钱做客，钱摊客忙来算两单，然后就再转个6000元，后来就隆隆重重，总来就转了23310块。由于有所谓的黄鲤，吴能师便信以为真，但到了今年8月多，吴能师发现唔对头。当个八月，那我正知伊个骗我个，根本就无说啦，根本就唔知了我借个钱去做乜。随后，吴能师报了警，并向对方交涉。吴能师答：此某随后通过其他人个微信个方式，随后转向伊10315。伊就自打解约下我五千银，然后伊就下了我1银加300元，就总个伊作我个3银。吴能师表示，家己原本唔捌个此某。家己是公拢去认识对方，并加了微信。日之所以信任对方，是因为此在对方曾经让伊投资一个微美项目，并获得了4个月的平安跟私财。这东西对我也算个美梦，因为我今日包为你有正式帮平安做私财应客话。日在吴能师再次向此某交涉，但未果。接受采访的期间。吴能师再次拨打电话向此某对头欠款，但对方直接未接听电话。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吴能师想以家己的经历提醒大家，擦亮双眼，以防上当。伊就是以人想要得到黄鲤贪更多的钱，就系心理来欺骗人，去投资个钱来说乱。说到本身就违法的，不应该是，那个是做好本分，做好遵纪守命的本分。来同伊交通违法传记录，禁止往双营的路段视频，主要涉及违规骑行甲危险驾驶的交通违法行为，咱做者来看一下。他这样说，我还比较乖的，这样刚刚在那西南那块白路，就是车流下街边那种路边，或者路边当个这样，没得风雨，像不着。创起来平均
可能我无得过啦。有时就跟王子格罗表演十几遍，是在他在公安旁边在那个那里，我在想要吃个西南，但是好像危险嘛，这样呢，感觉呢。开过去的时候就看到我在放有一只红色的车，到我的最右侧的车道，伊突然落掉头，又开到我头前来，扔到我上左其中一个车道。开过去就第二只伊的先去上，好的公司速度是不慢，急速的时候离非常近，就很危险。你车假如因为是好大，根本是罔顾那种这种交通法规，就不顾就这样，我后就当没有时到路顶行驶的那个那人行滑窗。开车的时候还是那我遵守交通规则，然后行驶的时候尽量车速也迈较慢，然后后面情况那可以及时的做防疫去处理。交通违法传记录由吴老爷照影特约播出，欢迎广大市民继续提供各类视频，特别是行车记录仪视频，公开曝光交通违法彰显过例。视频有效时间应到十秒以上，视频被采用的保留人将获得精美礼品一份，让人共同监督共建文明交通。今日是孝江区举办的第六届徒步节。来自我市及周边地区的800多名徒步爱好者参加了徒步活动，到冬日暖阳下，领略孝江的山海风光，感受当地的自然之美和人文之美。此次徒步节的启动仪式，到北山湾公共拥堵举行。随着鸣笛的响起，徒步爱好者穿着主办方统一提供的蓝色风衣，挥舞着手中的国旗。从北山湾公共用道出发，途经北山湾教育园区停车点，总长10公里，历时3个小时。据了解，此次活动吸引了华市及周边的潮州景阳的徒步爱好者踊跃参与，不少市民话带着家来人个老囝加入到徒步行列当中。可以带小孩子锻炼一下身体啊，然后就感受一下冬天的暖阳。在这个季节这个氛围里头，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濠江的整一个徒步的文化。来自潮州安保界18名徒步爱好者也主动参加了此次徒步活动，伊能到徒步过程中领略了濠江滨海界旖旎风光甲深沟界人文台湾，感受这个风景啊，文明啊，这个要去新乡村叫做要去欣赏这个沿途啊，感受个人文。浙江黄冈噶，南丰浙江呀。个性，孝江区已先后举办了6届徒步赛。活动承办方表示，将以举办此次徒步赛为契机，推动文化、旅游、体育界融合发展，测量社区重复旅游示范区界今日招牌。这是今年我们孝江区是荣评上了广东省全域旅游示范区。我们以这次举办这个徒步节为契机，就是把这些文化旅游、体育深度的融合起来，然后助力建设一叶宜居旅游的粤东明珠，也同时让群众在休闲娱乐运动中体会到我们孝江的滨海旅游跟乡村旅游的独特魅力。近年来，冲浪运动广受欢迎。每年举办的汕头阿青会冲浪比赛也将到南澳青澳湾举办。近日，由省体育局主办的2022年广东省东国体育彩票青少年冲浪锦标赛，就到这个激情上映。本次比赛有来自珠海、汕头、惠州、深圳等地的高级代表队参加，运动强子甲海浪拍击、各独枪棒、刀棒、上棒多个项目的举办。汕头队表现出色，受获澳剑冷硬师等总分第一名的好成绩。其中，邓昭雄获得甲组男子枪棒个人赛金牌，林晓玲获得乙组女子枪棒个人赛金牌。我练冲浪大概2年了，现在12月份的浪比较好，也适合我自己的发挥，也每年才有一次机会。才能发挥自己的水平，也可以在比赛上当中发挥自己的水平出来。冲浪运动是运动员骑到冲浪板上，学练北棒、桂棒、冲起长皮艇、划艇、皮艇等各个海浪界一项水上运动。近年来逐渐流行，也以今年首次被列为奥运会竞赛项目，是缔造以良好的水上运动基础。
或是墨西哥多名运动员入选东局冲浪队。这个比赛呢，就是主要呢是一个推广这个运动的开展，让各地市啊挑选一些优秀的青少年来参与这个运动中来。我们要看重他的一个是有体育的意识，有体育情商，是吧？另外一个呢，他要勇敢，这个不畏惧。第三呢，他需要一定的技术。近期，沙土露宿举牌、武术沙打、草球、冲浪、乒乓球、水球、太空岛六项新的青少年锦标赛，不仅是对阿车场馆的检验，也是对沙土培赛能力的提升，为阿车会做好准备。这个对我们明年的这个亚青呢，也是一个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积累经验的一个作用啊。通过这个比赛项目呢，可以让我们更多的市民啊去了解，或者是去关注啊，去喜欢啊这些体育项目，能够检验一下我们这个各个馆的一些硬件的设施啊，是否能够达到那个比赛的要求。近日，土校家属赵德兴因八篇论文被当局低门强制收录。引发了超长水况，划过70多万元。此事既引发社会大众对情况问题的关注，也让不少考低门故意的学术人士直呼改期。最近，89岁的东南财经政学大学土校教授赵德兴起诉了龙邦研学界平台巨头东局低门，原因是后者甚至收录伊100多篇龙邦。刘先生目睹到疾风之过去，家己下载花着后悔。赵家少最终胜诉，累计获赔72万元。目前，当局低门已下架了赵德兴的所有文章。作为多家有关部门订立支持建设的国家知识基础设施，当局低门已拥有特殊的行业地位，也发挥着难以取代的动摇功能。因此，近年来，多用理模式加消费标准的问题上，当局低门却频遭质疑。当局低门虽然已建立形式无影，但考虑到其成立背景加沃迪界社会支持，只向知识更听听讲古一定界工业宿舍。公正并非不愿意抬高低门通知，而是希望低门到通知的时候，能更多的考虑到学术共同体的利益加社会影响。卖摆出过于模糊的假象。具体来答，低门的下载服务虽然收费未低，但如果纸笔纸能够有相当一部分流向文献网站者，人们不只有如此强烈的反应。这是因为低门一边以极低的成本向各大期刊拍包买断文献版权，一边以水最强烈的方式向银行收取高昂的零售费用。人们只系觉得低门只是用模台。作为以传播知识为使命的国家平台，低门还应到知识双方保护领域起到标注责任，不能漠视作者的权益，做出安度当村的情况行为。10号尾，低门发布声明，就龙邦煤矿缩杯事件向赵德兴道歉，并提出将妥当处理其责任，继续到低门平台传播的问题。对此，赵德兴家属回应说，希望低门之后能提出具体的正规措施，真正提出诚意去改革问题，而不是停留到表面。